西瓜视频的隐藏特效有哪些你知道吗？在弹幕里打出下次一定，你看到了什么特效呢？长按点赞也会触发特效哦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七月，本期游戏视频逃离塔克夫工厂雷神篇，点赞过2000火速更新下期视频。上期视频我们深度解析了塔克夫的手雷，那么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近战玩一玩塔克夫的各种手雷。首先是大家最想看的摔炮选手，悄悄的先摸过去。我操，刀仔，这么巧，我也是，我的刀可比你的大多了。经常打工厂的都知道，这一片有三个复活点，前面这里绝对是有人的，扔雷探点先。门口果然有一个架着我的，直接灌雷给他吃。不知道是躲进去了还是嘎了，保险起见再灌两颗雷进去。OK， 没人了，简简单单舔个小包，五级小盔甲和一把 MP 叉还是不错的。来脚步了。一个小 AI， OK， 下一局。对准复活点，想都不想直接掏雷往对面扔。哦吼，拿下了，再扔一颗雷往左边，左边也有复活点，火速把敌人的枪枪拿上。旁边的人也过来了，轻轻松松拿下。这个人一把波波杀加 SR-1MP 手枪，估计这些人晚上睡觉打开被子就看到一颗雷，我直接化身工厂人的噩梦。这局是混合雷，闪光弹什么的都有。直接追着这个人炸，拿枪也没用。这个人太怂了，要是不怂的话完全可以朝着我跑，直接给我扬了。不过他也不确定我有没有拿枪，不敢冲。绕下看能不能把这个人给刀了。哇，就差一点点，前面有一个孵化点，先炫几颗雷探探情况。
没有人复活在这儿，去对冲复活点看看。果然有人。这个人居然跑了，这么怂的吗？被炸跑了可还行，追不到了也不敢乱追。这把工厂雷神很是成功，贴了一把没有枪也追着敌人打的感觉。好了，那么本期游戏视频差不多就到这了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点赞关注，我是七月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